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王学龄。今天我们接着来讲俞永兴的空置庙堂碑的临摹。看到封墙阵马这个词，我们的第一反应似乎跟儒雅的愚公没有多大关系，其实不然。我们说临帖最难的是气息，而这个气息直接来源于筋骨。上节课我们简要介绍了由汉魏到明清的名家数论都离不开筋骨而至，从中可以窥见其分量之重。俞永兴之所以能够写出庙堂七象，与他内力的刚强是有着必然联系的。这好比殿堂的基石柱子必然是最为坚固，要求也最为严格的。它和封墙阵马所包含的气势和力量是一致的。船伴随着劲风而快速行进，马因为对阵而斗志昂扬。杜反川用这个词来评价李昌基的诗《封墙阵马》，不足为其勇也。我最敬佩的当代大家之一钱默春先生，即南饶北钱的钱先生，在《台一炉》中把李昌基和包明远的风格论所谓一类，都是刚而节的，并引用钟嵘的诗品来评论包明远，说骨节强，曲脉急。同时钱先生突出谈到昌基的马诗，向前敲瘦骨，优势带通声等铿锵作响的句子来比喻人的骨骼。文论和书论都论在骨子上，苏东坡直接以封墙阵马趁着痛快来形容米南宫书法。大家知道米南宫尤其推崇小王的字，俞永兴呢也颇具小王之态。李昌基、包明远以桀骜不羁为通铁筋骨的表现，米南宫、汪达令以倜傥不群为清奇筋骨的表达，俞永兴的一生却是文雅不解秋风的，其内劲是完全一字不二的。汪达令、俞永兴和米南宫这三家书法上的区别多是在于风神和老劲之间。其实汪达令和俞永兴要更重风神一些，自是是要建立在筋骨的基础之上的，有筋骨并不是八字写得秋枝叶盘处处不让，也不是八字写得像铁线传那样，它更多的是在中风运行当中的淬炼，以及呢节制方面的稳固坚定，只有结构上坚固不移，笔锋才能够出世有力。好比是两军对阵，其阵法永远都不能出现一丝的紊乱，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效出击。我们来看看俞永兴是怎样说的。他在
毕生论辩应中说，心为君，妙用无穷，故为君也。手为辅，成命皆古公之用，故也。立为任时，纤毫不挠，尺寸有余，故也。管为将帅，处运用之道，知生杀之权，虚心纳物，守节昌风，故也。豪为士卒，虽观任时，既不凝滞，故也。志为城池，大不虚，小不孤，故也。这里俞永兴从心、手、力和笔管、笔锋、节制等几个方面来说明书法既要全神贯注，还要彼此呼应，协调一致。如果我们把这一段的第二部分简言字，他所讲的就是笔画和结构的相互配合，其中的路径就像烟阵一带士气饱满训练有素的队伍那样的坚毅状态。不然的话，通篇的字就像溃不成军，一格四散，那就没法看了。其实我们所说的春华烂漫的美也呢不等于是散漫，它重在摇移顾盼，也还是要呼应的。有关这个方面，以后呢我们讲到欧阳绿经的书法时再说。这里呢我是要提醒大家，学习书法不要去盲目的追求。结构是一个字一行字乃至整篇的基础和前提。无论书体上的篆隶楷还是行草书，也不管书封上是留美还是显绝，都是如此。通篇好比是九州四隅统一于中央，行列犹如郴郭村落有序地存在于山川，单字好比成员皆是，每一个笔画都应该各司其职，各负其责，各有其用。学习中我们尽可能地把字往复杂了去写，先是由少到多，再由多到少，这就和读书做学问的规矩一样，书法创作也是要经历由字中无物到太多事物，再到本无其他物的不同的阶段。翻开古人书论，对于结构节制的重视随处可见，不仅古人，当代书法大家也十分重视。我听过齐老渊博先生的讲座，他在课堂上反复强调节制的重要性，说结构是一个字的骨头架子，在一个字中结构是主要的，笔画居其次。关于筋骨的重要性，可以说物事不论，无处不在。欧阳先生也跟我说过，写字要会写，会组织，会结构，会结体。单纯地练那些笔道子七拼八凑，即便练得再好也不成个正。教学当中先生总是特别强调写的重要性和写的难度，描字画字不行，会写才行。先生还说过，
这儿可是最简单不得的。书法评价体系中有个词儿叫写意写神，但是没有人会说描意画神之类的。这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是主动积极的创造还是惰性的复制。现在大家都在说文艺创新，那没有主动创造怎么行呢？汉字的结构组成是有规律的，我们今后的课程也会分别按照保卫结构、左右结构和上下结构等不同的节制类别做比较的讲解。但不管哪一种构字法，在书写中都必要注意动静的结合和松紧的结合，这样写出来的字儿才能够活泼灵动。时间关系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节课我们继续做动静之谈，谢谢大家。